Justin Timberlake， 对，
欢迎嚟到今晚唱饮歌，仲有欢迎 Hubert、Hello 胡鸿钧、Angela 你好 ，Hello Kenneth 你好。Hi， 我觉得今日个 topic 咧，其实都几衬你嘅。我觉得你都系唱开啲惨歌，情歌王子、因为佢好多歌都系情歌，惨系惨情歌。的确，我自己都好惨，唔系即系最中意嘅都系，应该冇人中意分手嘅感觉嘅，系中意唱同埋听情歌咯。同埋可能佢把即系佢嘅声音比较适合，比较擅长唱情歌。抒情歌，我哋讲翻遗憾啦。好啊。点解南瓜车系遗憾呢？如归家的一刻，再没南瓜车。嗯。仲唔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少少嘅遗憾啦。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细细个对爱情嘅一种期盼，然后发现呢啲系一啲幻想。咁而家仲有冇幻想啊？对于爱情？唔同咗咯，唔同咗都會有幻想嘅、嗯。我相信每一個女仔，譬如特別係啲咩婚禮啊，都會好有自己嗰啲畫面啊。咁、如果你遇到一個男仔會揸住南瓜車嚟同你示愛，咁會唔會加分咧？揸住南瓜車即係咩啊？南瓜車，即係我意思係佢會俾 surprise 俾你，即係會製造一啲情趣啊。喂，但系个 surprise 都要分 grade 噶。即系你系崇你系崇尚林宝坚嚟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仔真系揸个南瓜车嚟同你示爱，开心啊，好开心喎，好 sweet 喎，佢真系好爱你先会咁做咯。如果我中意佢就 OK 咯，如果唔中意佢揸咩车都唔 OK。林宝坚嚟都唔得，可以谂下，可以谂下。林宝坚嚟得唔得？我想去揸啲快车同我飞下，我会开心啲咯。林寶堅尼咧，都快，唔夠快係咪啊？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坐呢啲，因為我覺得好高調。OK， 係。咁你坐翻南瓜車。係啊，我哋都係坐翻南瓜車。好。天转车驶到大门外，整车装着爱，缘分多了，被热恋接载，出发向舞会去，谁知十二点刚刚够钟，融合甜蜜难再，被你赶回来，浪漫完被踢开，先知我结局已惨遭篡改。再没南瓜车，就靠这一双腿散步翻宿舍。摇换过，童话过，如幻觉遮盖视野，可有幸载着我重回现实班车？坐过几分钟公主，搭着南瓜车，亦有过爱人来接，浪漫冬夜，两身如没有权足遮，自行回家。等橙色马车，情感何用神化？
今日你揀啲歌我都好中意，特別係嗰一句歌詞係中到我依家霎眼廿七歲 高級品啊！哦，霎眼廿七歲，高薪高職高級品，不以高薪高職高級品博尊敬。哦，唔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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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句，係霎眼廿七歲，時日無多，先廿七歲就而家，好大個啦，係咯。就方不敢偷懶，我都覺得陀飛輪的歌詞是永遠都啱用的，即係呢啲歌是在不同的年紀經歷了不同的嘢，再聽翻有不同的感覺，嗯，係。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旧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廿七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今。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未走，跑车、相机、锦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身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日拼夜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代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粉饰不了，得到多如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都应该莫可笑，灵魂若变卖了，相恋也没心跳。文或金都不紧要，谁做一生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No no no no， 还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数讲不及了。望归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计里看破一生。呢一首歌原来除了爱情入面系有好多亲情，我好惊唱亲情嘅歌，即系好多歌词突然间觉得好重。忙忙忙，其实自私啦。上年因为可能一大段时间见唔到屋企人之后，就发现。即係有好多説話，即係想見到佢哋嘅時候就同佢哋講咯，因為我驚如果我唔講，突然間再見唔到嘅時候，我就會有好多遺憾，愛得太遲。第一段你要系咁，好彩你冇喊、okay. 就我见到你喊，我就觉得我会想喊咯。当我摆低包纸巾先，啱啱好惊，啱啱睇住你份歌词，我都哇，系咪啊？突然间觉得份歌词原来系啊，
即係譬如佢啱啱你唱話日夜做見爸爸，剛好上神，卻霎眼看出他多了就，我有試過呢個感覺咯。我仲早幾日仲問我爹哋幾多歲咯，我話誒、欸、你幾多年㗎？咁樣，即係我覺得冇理由咁快嘅，即係咁快我就已經咁大個咁樣。如果愛你嘅側邊嘅人啦、啊，或者你身邊嘅人，就要快啲講。嗯 ，yeah， 我冇，我冇，佢啊。Thank you 真。有冇需要啊？我咩啊？我待定先。你咧，你咧，你有冇啲咩人生嘅遺憾？我諗好多嘅喎，我諗人生嘅遺憾係通常都係一啲過咗去嘅嘢啦。諗翻轉頭覺得啊，如果俾我可以再選擇，就未必會咁樣做。我又唔覺得係遺憾咯，即係覺得係成長嘅，係咯係咯，或者係嗰啲所謂嘅遺憾係成就咗而家嘅你咁樣咯。即係可能如果當時候再有得揀，可能都係咁，都係咁樣嘅。因為、因為你當時候就係咁咯，諗咁多咯。反而遺憾，我係怕自己有遺憾咯。我一路都係好怕自己有遺憾。我都係不停 set 自己個目標，就係、是。只要我做了呢件事，我明天不會後悔就可以了。哇！你南瓜車之後又有落錯車喎。係啊，今日係車系第三組係咩車啊？係咯，我唔中意坐快車，我中意坐快車。我中意S 二千多啲。S 二千哦，即係玩啲復古嘢嘅。係啊係啊，我中意嗰啲咧個頭有個鼻窿嗰啲車嘅。你而家揸咩車啊？咁唔講，你睇我個小司機 Gladys 就知㗎啦。原來就係林寶堅嚟啦。原來就係揸開林寶堅嚟，之後就唔中意啦，就揸厭咗。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咯，係啦 ，S 二千而家要翻翻去，好好好。漫長路途沒法跟他開花結成果，跑車中只得兩座，忽然忽然誰在窗邊揮手叫我？如遇到上帝的救助，若停下来在你手中取一个苹果，他的心也不许可。虽然无限风光，不想错过，然后想清楚和他原本不错。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突然面前是爱不起的一个危机，差一些我将失死，车离开前宁愿终。凭幻想总比在真实中凄美。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错车，
耶！離開咗 S 二千，係啦，就想翻林寶堅嚟啦，就想學揸另一種車啦，仲繼續緊咯，做 four van 啊，就揸好。然後呢一首歌可能你哋都冇聽過，我第一次聽，同埋即係依家聽，有時間唔時聽到都會好感動嘅一首歌。哇！睇你今日你真係攞曬你嗰啲救命、啊、傷心嘅 playlist 出嚟。點解？點解要去遺憾？我哋今日可以對到究竟 Angela 會唔會喊咧？开几多？我唔想开呢首歌，系因为我成日都会话自己好似冇乜遗憾啦。但系呢一首歌系不停咁样问我有冇遗憾，耿耿于怀嘅耿。我说的话。
我的半首歌都忍住了咯，真系噶，即系忍得好，即系忍得好辛苦咯。因为你想喊，系啊系啊系啊，但我唔想喊出嚟啊，因为一喊就唱唔到后边啦，太高音啦。系啊，问你有冇遗憾呢一个，我就会觉得我好似冇，但系其实又好似有好多。我自己唔觉得系遗憾，但系一啲唔开心或者一啲难过嘅一种。感覺或者掩飾就是一個即大家成長的學識嘅，即就會學會了隱藏自己情緒的辦法。嗯，我諗每個人成長都係咁。但我覺得頭先你呢個 version 超有 feel。多謝你介紹咗一隻歌俾我哋認識，係汪蘇泷嘅歌，真係寫得好好。跟住咧，你唱我老公嘅歌啊？嚇啊！我好中意呢首歌㗎，我有唱過啊！我好中意佢啊！今日好多同呢個原唱有關嘅喺度，包括鼓手啦。Jonathan 幫開我老公打鼓嘅，係啦，唔好意思啊，今日好幸福啊，係啊，失禮曬，失禮曬，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其實咧，呢一份歌寫自己有冇咁樣嘅經歷？即係你有冇覺得，如果你依家譬如有成就嘅時候，你會想追翻以前嘅一個女仔？等我有成就先啦。Yeah！ 幻想唔到，好煩啊！真係幻想唔到，真係，因為我係最近突然之間中意咗呢只歌嘅，但係我又唔係最近先認識呢只歌嘅。咁所以我又覺得有啲歌嘅魔力就係你喺唔同嘅階段聽會有唔同嘅感覺。嗯。咁呢只歌我覺得即係同我而家嘅價值觀會近啲咯，會有共鳴啲咯。即係以前始終年紀嘅關係，可能細個啲啊，或者唔係經歷太多，又或者個腦成日都唔係好喐嘅時候咧，就未必聽嗰陣時聽嘅時候就覺得哦好聽嗰只歌，但係就未必對啲歌詞好有感覺。咁但系而家再聽翻嘅時候，係咯。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念头宽也抽不到墙板，被我缠烂到现在还没收，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前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要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抽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念请回后，原来心疼我，
口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姻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以为我到了却好想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回。
你啱我，好啱喎。因為蔡健雅係蔡健雅係我偶像，即係我覺得佢嘅歌係唔係好敢觸碰嘅。咁你今日觸碰咗，恭喜你啊！踏出我嘅月球一小步，唔係人類一小步，唔係月球一小步，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係咪？Thank you，thank you。哇！呢首歌我真係好中意。
係嘛？因為我喺歌手嗰陣時唱。我知啊，我有聽過啊，我聽過你呢個版本。呢個係鬧人嘅，算咩男人啊？開心的時間過得特別快，來到最後一首歌了、哦、即是你們兩個合唱了，是啊、哦、這首歌
都經典啦，其實係啊，我唔知佢喺邊度出嚟，但係好似一定會聽過咁樣。唔知佢喺邊度出嚟，即係佢喺邊度紅咗出嚟，即係英雄莫問出處。呢只歌係你揀嘅，係啊，好呢只歌我都好中意，我都覺得好啱你唱。不是我不明白，这样并不算太坏，懂得爱，说来无奈，来再对你亏待，没刻意掩埋，没对他坦白，你还在。再送我回家，我还在猜测，可都是真的了。再见面前，一直想象还有某种关联，但客气是拒绝新的朋友，不再重叠你的世界，我在边缘，不是我不明白，这样并不算太坏，能再次关怀，时间洗刷所有不愉快，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
好嘢！好沉重嘅歌已经唱晒啦，好沉重，好多遗憾嘅。即系而家唱啲开心嘅歌啦，系咪要？唔系，而家就要玩游戏啦。可以玩游戏。最紧张嘅时候啦，成晚。好快咁讲解一下呢个游戏规则。呢度有九个唔同类型嘅歌曲，每一个 category 里面都有五隻歌。咁我哋就会抢答，答中三条嘅话咧，可以攞一分，霸咗一个过三关就为之赢啦。惩罚咧就系要爆一个你认识嘅艺人嘅一个秘密啦。你应该好多货啦，系咪？即系唔使玩，已经输咗啦，系咪？直接输啦。爆剪得拣 topic， 我觉得你要拣中间咯。英皇歌系啊，我留翻俾你噶，谂住。因为其实中间系即系点啊，啱就可以入去啦。喂，你唔好教佢玩 tic tac toe 啦，咁佢爆咗中间咪好难玩咯。OK， 英皇歌曲啊，唔该。我知有啲吓。我得个 intro 啊！大家望多么漂亮你有 Twins 嘅歌系咪 Twins？ 扣分先，拎走一个先。喂，唔准咁样。长车我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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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嚟嚟嚟嚟嚟，主持嚟嘅喎，你主持嚟嘅喎，唔好看水箭吹。Gladys， 你派我知我知我知，做代表唔好看水箭吹。Thank you， 好嘢，多谢。系啊，我哋两个唔系一对嘅咩？啊，佢唔可以答嘅咩？咁佢做咩啊？你喺度耳边讲，喺度耳边讲。OK， 我准备好啦。咁诶，唔系你未黐得啊？我系未黐得咩？我三条，三条。OK。我知，非走不可。我知啊，我知系咩歌啊？世界最遥远的一种伤。世界最遥远。我知容祖儿想想得太远。你唱啦，你快唱两句啦！你识唱噶，世界最逃避你。喂呀，真系俾人解约啦！我哋好第三题啦。我知我知，胡卓 FIFA 啊！我知明啊，你帮我答写。喂，你扣分啦，乱咁噏嘅，黐线嘅，你走。我知爱情多入樽。我好紧张，我唔可以拖累我哋呢一组。我知我知，龙族得奖。Yes， 加油啊，心姐，靠你啊！所以我帮你揀啦。我真系知，有知，只只都话知噶。我真系知，我真系知，我真系知。Twins 嘅歌，唔系 Twins 嘅歌。Boys 嘅 ，Boys 嘅。我知 Ubico 嘅，唔系祖儿嘅。流口水添我。我知，全身暑假。Yes。T 上去啦 ，yes， 系咪好 dramatic 咧？好 dramatic， 哇！我喷口水啦，妈，好紧张。我哋赢咗，可以拣下一格啦。九十年代，我都企晒起身啦，要。哇！我知非走不可。咩？好真噶？好劲啊！系九十年代嘅咩？非走不可系。我自己平反。好熟呢个，真系好熟。咩嚟噶？杨千嬅、郑伊健，仿佛唔系喎。吓，系啊，系啊，系，唔系咩？最清楚这感觉，友情岁月咩？只得这感觉。郑伊健，喂，唔准 search 啊！喂，讲下抢电话，唔得唔得。从前你是你，可唔可以问现场观众啊？从前我是我，一生一只我一生只爱一个系嘛？想你心已属我，一生想你一个，一生爱你一个。哦，啊！我真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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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系知。别离没要走啊！假使不断，只不断，那是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伤痕唔系。随着每日烧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系咁噶嘛？系咁去嗰只歌。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痛苦的多。现代爱情故事。孙耀威。孙耀威嗰只好似叫《爱情故事》上集啊。咩？爱的故事上集。sorry sorry sorry。喂，黐線呢一集出咗街真係唔好掂喎！哇哇，陳聽説有許多鄭秀文、許志安，唯獨你是不可取替。
哇！我可以黐上去未啊？二比二，点解次次都咁紧张嘅？麻烦嘅，加油啊！哇！我着 FIFA， 你乜都会着 FIFA 嘅喎。一听到电吉他就会着 FIFA。是不是王菲的 Beyond 的这个聽是喜歡你似不似啊離去又再出現離去又再出現你們亂的不想更改請將手放開喂呀喂呀提示啊有提示啊我來啦這裡嘛Thank you 好過分啊咁咪電影啦！電影有 feel， 有 feel， 我識啊！有 feel 啊！哇！哇！那些年，那些年，喂！你做咩反目啊？著咩衫啊？喂！打交先啦，打交先啦，你哋內控。哇！呢只係咩？嗰啲英文歌嚟啊嘛 ，Frozen 啊嘛，係咪啊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係啊係啊！喂！你啲麥有啲污糟。喂！我知啊，我知無間道誒。冇搞到，系咪啊？勁啊！我知，我知，我知。哇 ！Lady Gaga 嗰只啊嘛，系咪啊？你咩 something 了 ？Shallow， 三比一 ，Yes。嗰啲叫咩啊？一吐揚眉，唔係吐氣揚眉。封咗先啦，係啊，幾巴閉啊！好啊，封咗佢一塊歌，封咗先啦，再兒歌，係啊。喂，你好勝啲個人，你咪點報復？攞個電話出嚟先啦！你攞個電話出嚟先。快哥，快哥，唔該。快哥，我哋要封。有志氣。你知龜兔賽跑嘅故事啊？你龜咩兔賽歐啦？龜兔賽跑，你要報復啊！活著 FIFA， 唔係。今天周五係周末啊嘛，陳慧。花花世界。花花世界啫。周末，嗯。大日子。是不是周末啊？今天快樂周末。今天、後天、明天，迷茫。失憶周末，失憶周末。係咯。我知啦，跑步幾常？跑步幾常？跑步幾常 ？Yes。玩到氣淡。我都係。BTS 嗰啲聽下喂 ，Blackpink 嗰啲都識得。活着 FIFA 呢个真系有啲似活着 FIFA， 系咪？咁都唔啱，系咪黎明中啦啩？我知呢首系咩歌？哇！古巨基爆料啊！系啊！小鸟爆开了嘛？我听开啲歌嘅。O K， 二比一啫。哦，我知。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 啦，咩啊你？呢个比赛唔系 Justin Bieber 嚟噶，张敬轩嘅，哇咩 ？You，Hubert，Justin Timberland， 香港 Justin Timberland， 张敬轩。出翻嚟啦，做咩啫？我知佢想讲 Justin Timberland 啊嘛，我知啊 ，Justin Bieber 哦，其实系。啊！逃色冒险呢只唔系快歌嚟嘅，咁下只我知我知我知我真系知 ，Boys 嘅，唔系咩？呢个女人嚟嘅，有女人声咩？哇！你就发声，郭富城嘅咩嘢？热力在四射，最深爱是那些爱咩嘢？狂野啊！狂野思成啊！哇！黐线啊！反败为胜，翻嚟先啦！黐线嘅你哋，你以为自己赢紧啊？傻嘅，嚟啊，二哥！我估你唔败啊！唔系，我而家派 Gladys 嚟玩最后一局，我唔得噶。龟兔赛跑啊！我都话叫兵啲兵嚟啦！有冇外国教新闻啊？哦，呢个我睇过喎，哆啦 A 梦。只歌叫哆啦 A 梦啊，又长知识。哈姆太郎，错，踱踱步，哈姆太郎踱踱步。成日冇乜童年嘅我。哦，八变小樱，看我72变。
咩？飞天少女朱士丁唔系诶，飞天少女朱士丁，咪讲咗咯。咕噜咕噜，摸一阵，我先夹。好啦，你先啊，你。喂，稳阵，稳阵，稳阵。足球小将，哇！我知啊，龙珠。跑车噶嘛，关于车嚟噶嘛。诶咩？数码暴龙啊，数码暴龙噶嘛？我讲暴龙。我哋赢咗，呀！服咗佢咯。喂，恭喜晒！点解我哋玩外语定系组合歌啊？恭喜你啊！剧集啊！我唔会听组合。O K， 组合组合，信佢，你答翻。哇！呢只仲唔系？啊 ，cookies， 我知啊！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呜耶！我记得噶，我记得噶。嘟嘟嘟嘟，又不是八十年代寂寞芳心的爱。叫咩名？急人上。嘟 ，back back back back， 发现号。哇！一比一，你听到我都未听到，听到 bass drum 就估到啦。咚咚都听到啦。嘟嘟嘟，哎 ，DJ。嘟嘟嘟，问下去就发现我共你能同生能同死系嘛？嗱，唱咗都当啱噶啦。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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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个游戏咪玩到今晚十二点啊！我真系知 Twins 嘅，唔系 Twins 啊 ，Shine 系嘛？似诶咩咩咩诶，那些香槟色的蝴咩蝴蝶啊，飞蝶咩飞蝶啊，哇飞蝶哇，二尾蝶二尾蝶二尾蝶，咩飞蝶？哦、啊！风筝与风 ，Twins 噶嘛系嘛？系天后，唔系啊！下一站天后，诶、啊，哇！哇呢个游戏真系劲，紧凑啊！救命、啊！唉，多谢，好啦，两年唔可以唱歌啦。到你啦，你要爆一个你识嘅艺人朋友。系啊系啊系啊，你输咗。嗯，几个大秘密啊？嗯。哎呀，玩完开心咗咪算咯，大家都够啦，系咪啊？咁样讲人秘密好咩？你讲自己都得。讲自己啊？哦，我每朝起身都要屙屎。啊，呢、這个我谂。你知咩？你知唔知啊？唔知就当系噶啦。呢个好多人都会屙。唔系啊，你唔屙我做唔到嘢，即系每一朝起身都要屙咗屎先可以做嘢。但系你每朝都屙到噶。每朝都屙到啊。哇，咁好嘅。系啊。有啲咩肠胃嗰啲药嗰啲代言？OK 啊。好、okay ，胡鸿钧正式成为我哋饮歌里边肠胃最好嘅嘉宾。好耶 ！Thank you。祝大家每日都可以屙屎啊！好，咁今日好多谢大家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中意嘅话，都欢迎 comment、like and share 啦，同埋多谢 Hubert 上嚟啦，献咗咁多靓歌上嚟，仲要爆咗佢真系小秘密啦，小秘密啦，长度嘅王者啦，冇错。下集再见，拜拜。今日最尾一个笑话，大家俾下面啊。有一日咧。阿碧咸咧同朗拿度咧就一齐嚟咗香港，咁大家都知道碧咸同朗拿度都系非常之知名嘅明星啦、球星啦，咁所以佢哋都好惊咧喺街度会俾人认得，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咗咧要喺香港度行嘅时候就一定要乔装咯，咁于是咧碧咸就即刻上去乔装，咁佢就变咗一个老伯伯咁样，咁佢就落到酒店嘅大堂就捉住个阿婆，喂。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咁、那个阿婆就同佢讲：你咪碧咸咯。咁跟碧咸就好嬲啦，就即刻冲翻上酒店房，再乔装成一个金发女郎啦。咁佢就又落到去楼下，啊又见到那个阿婆。咁佢就问佢：喂，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啊唔系 ，sorry， 佢系女人嚟嘅。喂，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咁跟住之后，个阿婆就话：你咪碧咸咯。咁佢就好嬲啦。咁于是又再上去乔装成一个中国籍男子落到嚟，你知道我死吗？咁跟住个阿婆咧就话。你咪碧咸咯，咁碧咸就好嬲啦，咁佢就塞咗1000蚊俾个阿婆，喂，你好快啲讲咯，点解你永远都知道我系碧咸嘅咧？个阿婆话，因为我系朗拿度。喂，你啲面啦，唔系 OK 嘅 ，OK，OK 嘅 ，OK 嘅 ，OK 嘅。其实我去到最尾我都估到咯，喂呀，最尾先估到，我估唔到，我估唔到，系咩？哦。OK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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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哋以后都再讲笑话。Thank you.